叫。嗯，这关玄机打。这关玄机超容易被揍。对，这关你要保他不好保，燃烧又没过。算了，再来。神魔共此破。运气不好就只能一直试啊。谁敢放肆？想说渡过那一关要过了。谁敢放肆？神魔共此破。没办法。神魔共此破。取入婆娑平沙翼。取入婆娑平沙翼。差那一点点就要过了。这么多级 buff 刚好冲燃烧那一个，有个准的。晚安。晚安呢？雷珠。神魔共此破。神魔功取入婆娑平沙翼。这招直接轰了。这里雨过来轰都会中。神魔共此破。好，差了一点点。卡进。他站后面的，对，他站后面而已。他不要往前跳吧？就交给青罗吧。神魔共此破。如何？就交给青罗吧。这个过来硬抢，谁敢放肆？吃俺统统结壁！我顺便把断裂破吃掉。谁敢放肆？连珠，神魔共取入婆娑平沙翼。左大安安昨天询问是否该抽下侯仪，今天40抽就出了，这样就有充足资源可以砸疯妈了。不错。雷法。神魔共此破。谁敢放肆？此曲如何？谁敢放肆？神魔共此破。就过了吧。
神魔共此破，取入婆娑平沙翼。只要他不要又中一个奇怪的。好，电他。好，过，终于过了。这样三个条件就达成了。这一局如何？终于在最后一次机会。